宁静的森林水池，作者阿江茶，慧明录音，法锦出版社制作，法云出版社出版。乐与苦，一位年轻的西方僧侣刚到阿江茶的森林寺院中的一家分院，并请求准许留下来修行。我希望你不怕受苦，阿江茶事先声明。这位西方僧侣有点惊讶，他说他不是来受苦的，而是来学习禅坐和平静地生活在森林中的。阿江茶解释说，苦有两种，一种是会导致更多苦的苦，另一种是会导致苦熄灭的苦。如果你不愿意去面对第二种苦的话，你一定是愿意继续经验第一种苦。阿江茶教导的方式通常是直接了当的。当他在寺里的庭园中碰到他的弟子时，他常常问，你今天有没有受到很多苦啊？如果你回答有的话，他会说，你今天一定有很多的执着罗，然后就跟弟子们一起笑起来。你曾有过快乐吗？你曾有过痛苦吗？你曾想过何者真的有价值？如果快乐是真的，那么它不应该会消失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学习这点，以看见真实。这种学习，这种禅坐，会导致正见。